哎，大柱，这地上怎么有个小桃子啊？你怎么给吃了？可能是二蛋掉的吧。二蛋怎么来了？给我拿霸王丝吧。霸王丝两毛啊。大柱，我昨天买的小黄桃怎么少一个啊？害得我七姑老娘没吃上，她昨天都托梦了，都不愿意了。哎呀，刚才大壮从地上捡了一个，她给吃了。怎么让你给吃了？那是我七姑老娘买的。今天晚上我让他找你去，让他把你给带走。啊，别带走，别带走，别！七姑老娘想吃啥，我给你买，我给你买。就是，二蛋，你看你姑老娘想吃，让大壮给你买就行了，别让他上来了。为了一个小黄桃，不至于。那行吧，我少拿几包零食，回去好好劝劝他吧。行，二蛋，你看你七姑老娘都喜欢吃啥，我给你拿去。得了，人家就吃你一个桃，你拿这么多，又不是我想吃，孩子让我姑老娘用两天，要不然没地方。走了。哎，大壮，二蛋可没少拿啊，一共4.8块，你把账结一下吧。哎，我也没带这么多钱呀，等我晚上给你送过来吧，我先走了。这大壮，吃谁的桃不好，非得吃他七舅老娘的。